大家好，又到派对的时候了。我知道我以前没有派对了，可是现在因为又要玩 Clash， 所以我们就派对。我全部卡的人，除了这个，还有这张金卡，这是气天才会有。那我们的用的 deck 是。这个要改掉，还有用龙头哦，对不对 ？Execution 哦。打白了的，斯巴蒂，麦呢？我明白了，还有一个特斯拉斯卡达尼。这个在呢，有月亮，月亮等来进攻他，然后还有巴贝伦，巴贝伦，可能那个月亮在那边的时候，巴贝伦，巴贝伦就上去跟他们一起打，因为那个射的塔射人只可以射月亮，所以他只专注一个，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可以打，或者麦呢，这三种卡。这四种卡的话呢，这些卡就拿来防守，还有这个是拉那些东西给 execution 呢才可以射。那比较简单的，我们就开场来玩对赌 battle party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这里。Do better. Oh, fight. We first defend. Yeah, he should be a expert.因为他有这种，机会也很好，现在就像一个火箭的人过去。很好，交上，上 ，OK， 好，一二六二。我们主要是放这个在这边，然后再放这个在后面。
个这个 XD 分，还有爸爸老板，这条腿还没搞定，怎么了？那 Xolution 呢和 Damage 高，但是命不是很高，所以他很厉害。我们但是面对这个小小的东西，他有时就会输。如果你放在他的中间，上个区那他就不可以。第六九一。那个特斯拉的那个，我们 OK， 还是还有两个一个，我们卡三个配合，很好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就是，好，当时很好，很好，打，打，这有点不好了，因为防守。但是我被爸爸过去。一下子就炸到一公塔，我们继续下一个吧。还有，谢谢你们进我的 clan， 现在已经有40个人了，我们应该把它增加到50个人，很多个。现在的进数是3000个，但是我改成2000，你就可以进了。所以现在很求你进我们的，对。哇，那天你们拿到 Miner 了 ，Miner 他很好。但是因为我在那个 Lightning Chest 抽到 Lightning 的鱼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有快感卡。快感变得效果。两公塔都成了那种小夸张。
财树不好吸引的你，落败了他们的手中。现在我们又往回读一读 better。现在我们就赢了。对，所以 ，which 比较弱呢？等他回家。很多噪音。Yes， 打对打空调，现在我们就上了，一直。也记得 subscribe 还有点 like 的视频哦，也叫你朋友多看哦，有什么问题这些可以 comment，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看了要 download， 再说你可以去 play store download 或者 app store download 都可以，谢谢。